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真侪毕业生拢无法度甲老师同学好好团圆，度过一个圆满的毕业典礼。彰化家父中心发展校园为着卖好知名毕业生留下遗憾，师长用心筹办防疫高规格的毕业活动，用满满的爱甲祝福陪伴毕业生甲家长，勇敢向后一个合适路程前进。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真侪学校拢来取消毕业典礼，或者是改伫网络上毕业的方式。彰化家父中心曼菲学员为着买好今年十一名的毕业生宝贝希望，师长用心策划高规格防疫的简单毕业仪式。老师，跟我们的一样，那个合照，然后呢，我们特别准备了我们的。今天家父办学员有十一名原生。在九月份要进入国小就读，那希望每个小朋友在学校如果看到我们的孩子，都可以跟他们一起玩，陪伴他们一起长大。也希望所有的家长，如果你在儿童的发展上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到家父这边来咨询哦。那借着这次一个毕业典礼哈，我们给这些孩子很大的一个鼓励哈，那颁发了毕业证书、毕业纪念册，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礼物。那希望说他们毕业以后哈，即将步入国小，另外人生的一个旅程，我们家父这些漫威天使能够顺利平安，那也给我们家长最大的一个肯定，也感谢他们照顾这些身心障碍孩子的一个心理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发展学园停课两个月外，囡仔甲老师跟来当透过视频上课讲话，总算有机会甲真久无看老师见面，囡仔拢欢喜甲甲老师蓝条条，现场非常温馨。老师，老师，它烂掉了。去小朋友，你也烂掉。哦。然后因为有了家父的对他的照顾，然后给我减轻了很大的负担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无论是社工还是美娟老师，然后对他的照顾，然后平常对他的训练呐、啊，或者教导啊，我觉得对他很有帮助。然后他来了这边之后。然后进步也是蛮大的。我们恭喜子豪毕业！毕业生家长受起这三年施工，囡仔伫老师的陪伴、护工甲训练之下，成长真多，也真感谢师长这么用心准备毕业活动，让因感受到满满爱甲祝福，继续勇敢迈向新路程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